师傅，能照相吗？照相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等等。哎呦，换件衣服啊！去吧，大力。死鬼！哎呀，师傅，来，抽支烟。哦，不会，不会，过滤嘴的。不会，谢谢。啊。那个，姑娘，你能不能披上件衣服，别着凉。我就要穿这个，这叫吊带儿，你懂吗？真老土。好，啊，好，好，那行吧，二位，那咱们就进屋啊，坐那儿受。哎，不坐不坐啊，我们想摆个 pose。pose 啊，对，英文就是造型的意思。那你们准备摆一个什么硬 pose 啊？就这个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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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咱进屋。哎，等会儿，师傅，您这是黑白照还是彩色照啊？哦，我们这儿呢是黑白照。哎呦。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黑白呀，我和您说，现在柯达富士都满天飞了，您这还照黑白呢？我先给你们照个黑白的，然后给你们涂上色儿，行吗？还涂色儿呢？您再涂能涂出我这么洁白的皮肤吗？别在这儿丢人了呀。姑娘，你怎么说话呀？你往后面点，你往后面点啊。我丢人？你比我还丢人。瞧瞧您穿这衣服，您这叫奇装异服啊，就差露半拉屁股了。我怎么就奇装异服了？我露屁股了吗？你看见我屁股吗？您看见我屁股了吗？有没儿女啊您就这么说话？真是黑白电视机，老不带色，老不正经。我告诉您，您这店迟早会关门的，都怪你找什么破地儿。走。达令，不是我不明白啊，是这世界变化快了。爸，爸，姐，今儿怎么你做饭啊？爸不舒服，躺着呢。啊，爸怎么了？心里不舒服。哎呦，今天我一下班回来，这老王就拉着我跟我说，爸在照相馆跟客人吵起来了，还把人家给撵走了。这爸没什么事儿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脾气越来越大，生意不好，脾气越大。他为什么跟人吵架呀？还为什么？那人家两个小年轻过来拍点照片，亲热亲热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亲热怎么了？对呀，这爸不同意了，他就不愿意给他那么拍，非得拍正常的照片，这不就还一分钱都没收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有这么做生意的？这么下去迟早得关门。你别胡说啊，苏春燕，我跟你说这话不能当爸面说，听见没？哦，全听见了。哎呦，爸，我你怎么没睡呢？睡会儿啊。他那你回你屋去，没你什么事儿。我做饭呢。回去。哦，别生气啊。爸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一，我姓苏，我是这家的一家之主，老苏家大大小小的事儿我说了算。胡美凤进这个家进定了。二，如果你还认我是你爹的话，我希望你把你的臭脾气藏一藏。我就是心里堵得慌。我今天是来通知你的，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小胡对咱们家怎么样，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去。回屋去。哟，领导，你来了。哎，这些服装啊，都是照相用的。也可以租借。哎，领导，我给你沏杯茶吧，我这有上好的龙井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啊还要去别家呢。啊，
这边请。哎，你们的设备还是挺新的啊。啊，是是，彩库在里边。哎呀，原来那些老家伙呀都是手动的，现在跟不上时代了。咱们现在这一些呀都是全自动的。哦，这装修也不错，简单现代。这门面嘛就是脸面，如果我的门面破破旧旧的，那顾客怎么能相信你能把照片照好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胡副部长，我还新购置了一些景片。哎，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吗？有了这些东西啊，那个照片的背景就不再是一片白的一片黑的。哎，有句词儿怎么说的，叫身临其境。坐会儿。老苏，大白天的不上班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是来了解情况的。县委要组织更换宣传栏里的照片，要拍一组新的，现在在订拍照的照相馆。哼，哎呀，以前县里边搞活动开会都是我拍照片啊，这个你不是不知道啊。我还没有定是不是用光明呢，我想用这次机会呢搞一次县里边摄影行业的市场调查。啊，对对，你是领导嘛，公事公办，看着办吧。说实话，和其他照相馆比，你这已经落后了很多，这装修啊布置啊都不是一个档次。嫌我档次低你别用我呀。我是想说你们这的服务意识太薄弱了。哼，你说的这个服务我不懂，反正我这个照相馆已经开了几十年了，从来没出过岔子。哎，咱就是个手艺人，干的就是手艺活儿，你想用你就用，你不想用你随便，走好不送。刘主任，忙啥呢？拍照片的通知。通知？刘主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上面不是写着呢吗？这是上级领导的指示，说换一家照相馆，没准儿会拍出不一样的效果呢。哎，我那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好啊？哦，光明啊，还没洗好呢，等着吧。不是，你得告诉我呀，我跟顾客好讲啊。不是你急什么呀？都在后面排着呢。怎么就你一家着急啊？别着急，再等等啊。不是吧，你这咱都是多年的老交情了，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不是苏师傅，我告诉您啊，就因为您是我们老顾客，所以啊我才给您洗呢。您去其他店问问去。就您这么几张照片，别人给您洗吗？连店钱都不够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既然我接了您这活啊，就肯定能给您洗好。如果您要是实在不相信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好吧，就这么着吧。啊，挂了。哦，气死我了。哟，这是谁把你气着了呀？刘翠兰这个人太过分了，公报私仇。他怎么了？我都不好意思说他。你说这个人啊，追不上我爸就算了，他居然对光明照相馆下手。这次机关里面拍照的活儿，他居然让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新时代照相馆给揽了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燕儿，我觉得啊，
这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，应该分开。那就是啊，那刘翠兰她为什么工作跟感情分不开呢？再说了，最近光明照相馆生意也不好，气死人了。你先别生气，这事儿啊，是我定的。